顾维，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全班都在等你一个人。什么周末呀，不为大笨蛋。
老师，老师，鬼，做了个什么样的梦啊？是不是在梦中看到这道题的答案了？来，第三大题的第二小题，你来回答。回答正确，讲一下为什么。不错，坐下吧。晚上早点睡觉。这道题是往年余城的高考题，大家要重视啊。另外呢，赠衣者汤伯高煦
这篇文章本身也很有哲理，大家可以读一读。文中写，楚人把治病的功劳都归于巫师，失败都归于医生的心态颇为有趣。怎么，昨天你也熬夜了？还蛮多的，本身出了新版本，诺亚骑士也更新了主线。哦，还有军娘的新模式和孤单指令的新章。我的夜晚都贡献给了他们。我用的都是我爸的账号。况且，我玩的可不仅仅是游戏，还是……不，是爱。每一个异世界里都有无数的美丽少女等待着我去帮助和拯救。不一样的，每个 UID 都是一个新的平行世界。即使我们玩的同一个游戏，给同一个角色送了戒指，那份真挚的爱恋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
北，顾维，你们在聊什么？手游。顾维，你也开始玩手游了？不，他只是在吐槽我而已。我想也是。幸好顾维没有被你毒害，否则非日常部就要变成手游部了。来，尝尝看，这可是为你们特别定制的提拉米苏。定制的到底是什么提拉米苏？痛苦面具提拉米苏吗？痛苦面具？才不是那种奇怪的名字呢。我看你们都很困嘛，就让店长特制了八倍浓缩咖啡提拉米苏，还特别加入了相当于1000毫升红爪的牛磺酸。这点可以放心。我刚刚简单算了一下，这块提拉米苏三个人平均分的话，也就相当于每人2-3罐红爪，不会吃出问题的。知道这些，今晚就又能熬夜了。高二开学前夕，非日常部部长苏半夏做出重要指示，强调非日常部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把部员的精神文明生活放在第一位，同时不能忽略非日常部的经济发展，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，同时贯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，着力打好非日常部的正式收入从0到1的攻坚战。在部长苏班夏的指导下，部员顾真真经过1个月的调查，先取得如下成果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真真，你说的是什么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？怀念和大家一起活动的日子，希望以后还能快乐的在一起。他提议说，非日常部要不要搞一些能展示给学校里同学看的东西，这样我们也能获得学校的承认，在艺术节上收个门票钱。啊，这些我是说过，可是和你刚才念的东西好像没什么关系啊。有关系的，半夏姐说的那些用正式发言稿的风格写出来，就是上面那些了。原来是这样嘛，那真真部员请继续。
真真，你还是正常讲吧。用这种风格说话，你也很累吧？哦，的确很累。我这不是想把会议弄得正式点吗？齐北，你怎么这么懂我？我帮老爸去陪民宗委的座谈会去，写的发言稿就是类似的风格。那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，我也觉得这样听起来好累，辛苦真真写稿了。但可以的话，我们还是用平时说话的方式吧。玄鸟工作室吗？是个很有名的自媒体吧，我关注过他们的公众号。嗯，他们很强，公众号几乎每天都能有10万加，平均每个季度能出一篇全网爆款的报道。那个叫做沉默的作者写的文章好好呀。哇，那么厉害。真真，你说的工作室，我的试稿通过了他们的测试，成为了玄鸟的签约记者。以后的稿件普通刊发，一个字1块钱。如果阅读破了10万，这篇就涨到一个字10块钱。我们飞日常部马上就要有钱了。我看看，有3-4千字的，也有上万字的长文。只要阅读过了10万，一篇至少也有几万块的收入。没错，更重要的是，那可是玄鸟工作室啊！上面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可能引领网民讨论的热度，简直是记者的圣地。并且，如果我们署名非日常不刊发，想必学校也能承认我们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拿出一篇爆款稿件。那么真真，你有什么好的选题吗？好的题材可不是那么容易找的。当然有，你们看这个，安夏姐，照片我给你发过去了。哦，好的。在江城吗？嗯，就在国安路商业街上。哇，钟齐北，你竟然知道这家店。你不是讨厌奶茶吗？没错，作为一个原教旨茶叶爱好者，我不承认除了煮茶和泡茶之外的任何伪茶饮料。不过我常去充能国安路，他们排的队都挤到充能国安路的门口了。很可能是，的确有可能，我明白了。哎，半夏姐，你明白了什么？齐北，你又在打什么哑谜？顾维，你来解释一下吧。不是顾客。那是什么人？
是奶茶店为什么要雇人当托？一天200块，快赶上10杯奶茶的价格了，并且当托的人会耽误正常的顾客买奶茶的吧。嗯，什么问题？说过，这种级别的自媒体，公众号头条位置大约在70万，次条位置也要30到40万。啊，